雨如林更新，新技能。大家好，在下是剑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就是御姐 A 的 GIF 的动画转化效果教学。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操作这个转化，然后写完成品就像这样子，这个话就可以旋转这样子。那我大概讲解一下，就让大家知道去操作。那首先呢，你必须要用这个。将画个大概3格就可以了，然后旁边就是右边这边就必须要增加新增空白对象，之后就要按照这上面的设定去。设定它的宽度、大小啊，还有左跟顶。那怎么弄出这个效果呢？就是先按这个左上方的文字工具，随便的你喜欢的颜色，然后文字点它两下，然后就是。键盘中的一个名字。